若能以此心念一切众生，如垢牛如顷，其福最盛。舍我人想，独处修慈心，除欲无臭秽，乃得身梵天。夫行善法者，即慈心是也。所以然者，旅人行慈，此德广大。正使彼人作如是施，即作房舍，守三字规，受持五戒，虽有此福，故不如弹指之顷，此命众生，此福功德不可称量。若人寿百岁，情是天下神，相马用祭祀，不如行一词。月月百千次，修此以求福，不如一此心。十六分钟一，月月百千次，修此以求福。不如怜众生，十六分钟一，月月百千次，修此以求福，不如怜鬼神，十六分钟一。月月百千次，不如一善心，怜悯畜生类，十六分钟一。其有国王制行正法，明目起化，世尊以记赞曰：王为臣民主，常以慈爱下。身率以法戒，视之以修旧，处安不妄为，律民服转后，
福德之反报，不问尊以卑。菩萨此心为诸众生，坏恶心故，修集此心，能利众生，心无悔恨，常修集故，得现实乐。是故如来说此功果，毒不能害，刀不能伤，眠无噩梦，诸天永护，舍此身已，得生初禅。此力能令一切心得快乐，身离热闹得清凉乐，持行慈福念安一切，以报其恩。海涛慈悲基金会散播慈悲精神，照亮社会角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妇幼、年长者、身心障碍者等都需要被关怀。海涛法师于2019年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秉持佛陀弘化社会、利益众生的慈悲心，积极关怀社会，同时致力于社会净化的工作，监狱关怀、校园讲座等。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让慈悲的阳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护持账号50416116 50416116，户名海涛慈悲基金会。大家好，我是赖全玉副教授。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状、慢性疾病或需进出医院等高风险场所的民众，请务必佩戴医用口罩，且使用一次后急需丢弃。那一般民众在户外或低风险场所短时间佩戴的医用口罩能不能重复使用呢？依据本团队研究显示，用电锅无水加热可以达到杀菌效果，且经食药署进一步评估，不会影响口罩的过滤效率。将锅架及内锅依序放入电锅，再平放口罩，盖上锅盖，按下电锅开关，等约三分钟，待自动跳起，再静置五分钟就完成了。每个口罩最多重复杀菌3至5次，急需丢弃。再次提醒大家，医用口罩还是以一次性使用为原则，有破损、脏污或进出高风险场所佩戴的医用口罩，用过后请丢垃圾桶。
念地藏经，你要这样想，不是鬼到你身边来啊，对不对？你在念地藏经的时候，是你到地狱去了，你到鬼道去了。你要这样观想啊，并不是在我家里，我念地藏经是用我的法身在念经，过去、现在、超越三世的常住法身在念地藏经，所以我念地藏经的时候，从挂我讲过一次了。因为我有一次那时候在家，我已经念地藏经有信心，我吃素了。那一次带团去黄山，那黄山有个宾馆是闹鬼很出名的，但是那一次因为客满的没法多啊，就给带一间啊，而且我已经都知道闹鬼了，所以地陪全陪早就跑掉了。那为什么闹鬼？没办法，因为以前你就知道文革啊，出家人要走就走，不然就杀掉啊，很多都自杀，很多都自杀啊。自杀，而且强迫他吃肉啊！你不吃肉就怎样？所以他们就宁可自杀。所以自杀以后就很多怨气、孤魂在这里面。所以谁去住就不好，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没办法要住啊。所以我就跟那些信徒说，客人了、啊，那时候应该讲客人吧。我还在开旅行社，您今日查甫吼，卖亲密了，今日咱拢做好代志。阿弥陀佛，我只能这样讲。然后我就送地藏经，我念地藏经，我就第一次感觉没有墙壁，通通没有墙壁了，所有众生都在面前，但是我不会怕，因为地藏王菩萨在，只是我很认真，然后感觉到他们在听这样。那我念的声音都有一点像那个回音一样，不是没有墙壁的声音，他在念，我一个字念得很认真，念完以后回向。我自己很好睡，隔天地陪跑来，好困不？好困。我这个人客说，这些闹鬼啊！但是你们都没事，为什么？送地藏经很好用，以后如果别人跟你讲这个，你就念地藏经。但是我已经了解了，要有一个悲心，不能怕，不能怕，因为我有责任，所以我还跟住在里面的说，各位众生啊，各位。啊，师父啊，鬼道众生啊，来来来，我要送地藏经了，因为我发觉这样是超越我自己最好，所以我从那一次开始我就不太怕了，不然我以前会很怕。但是我是个领队啊，我有责任啊，我不能让晚上吵到天亮啊，因为我曾经我真的碰过啊，到泰国，整个眠床给我们病去啊，泰国不是我很好睡啊。人客导游带我来这鬼房间哦，鬼白，不是讲我是最好睡的，但是他们真的整个床都给他翻掉了，啊，各个早上那个脸都很难看，我就知道他真的闹鬼啊。那饭店那个说，对啊，我们是闹鬼啊，所以很便宜，只是给团体睡啊，客人不来睡、啊。哇，那样，我真的是闹鬼，我到日本也真的是看到闹鬼的，真的是闹鬼，对方没骗我。明天请孙孙，你刚坐了这房间啊，长者找我跪坐我遐，我唔敢困啊。哦，对，因为你经验越多才知道啊，真的有鬼，而不是没鬼。只是你碰到鬼，一定跟他有缘，你要怎么对他好？所以，与其他来找你，还不如你找他。进去就旗子挥一挥，所以可以这机啊就好用。你插在眠床顶，保证无代志。我唔是跟他插在眠床顶咧，我逐间都下咧，醉呀呀呀，看啊。保证好睡觉，每记的那天你就拍睡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咒起有力量了，佛号有力量了，做烟供点灯啊，这些都很好的。所以我想，不要怕鬼，要对鬼慈悲。怕就是我们的我执、分别、烦恼、执着一个我，所以正好对治。